为什么特别要做这一道？因为特别做这一道是因为最近馆长还有出一个便当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烧肉便当这样子，220元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其实大家应该可能都还是小资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特别设计了这一道料理。想说呢，我大概是70元左右的定价，然后想邀请大家来吃吃看，可以试试看。那等一下会在现场呢，亲自做一道焦糖蛋炒饭。这算是跟馆长 PK 吗？其实也没有跟馆长 PK， 也很欣赏这个馆长，因为他这个便当，他最主要是可能否健身啊之类的。那我们会想要放焦糖呢，也是想说呢，可以在炒饭上面做一点变化，然后有一点咸甜咸甜，吃甜的也心情好。那也欢迎馆长呢，也可以来试试看。对。